看一下啊，鸡米花就这么大。减脂第一天早上什么都不吃，纯意志力训练。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好消息，就是经过两年半的努力，我终于实现了购房的梦想。是的，我买房了。接下来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买的新房、五房和纸房。香，不闹了不闹了，中午认真减肥，不吃饭了，直接去健身房减肥。到健身房了哈，开始减肥。啊，减肥嘛，把肥的减下来，一块一块的吃。嗯，香。晚上就吃一块鸡米花和一粒米饭，只要吃的少，绝对胖不了。看一下啊，鸡米花就这么大。米饭真的就一小粒哈，就一小粒。呀，长大了。嗯，香。